回想最近的所有的祖先道亲好朋友，大家早安快乐。过几天啊，都八八，吼、哦，咱讲八八节啦吼，八月七八就是八八节。安尼八八节呢吼，看要带爸爸去食好料的，还是讲吼、哦、买一寡爸爸有应用的物件，还是讲让爸爸身体较健康诶，其实拢总会当选择啦吼。啊，毋是讲爸爸节在咧友好啦，其实平常时就要孝顺了啦吼。啊，伫遮呢吼，预祝咱先祝福咱遮普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啦吼。啊，咱讲罗佩莹，毋知安怎，安尼啉一下烧酒，等于杀毒。人讲安尼，无一个人陪伴伊身躯边啦，安怎死的佫唔知吼，啊，着爱佫去解剖。我感觉人生实在是真无常，然后真的是无常啊！但是也没办法了，都已经死了，你想要怎么说也都没办法把它说的有完整啦吼。讲未完整伊的人生，讲未完整伊的过去，讲未完整伊所想伊要爱的未来啦吼。啊，所以就祝福他一路好走。数天数，美美师姐所点播的吼，咱今嘛就给你做安排。数天数，数天数，一年365，忙忙碌碌，迷迷糊糊，斤斤计较又何苦？数天数，数天数，十年3650。吵吵闹闹，伤筋动骨，退后一步多幸福。数天数，数天数，百年36500。何必等到不能动了，才去珍惜每一步？你去数一数，你去想一想，你能活到多少数？恩恩和怨怨，是是与非非，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放？人生苦又短，人间情更长，哪有功夫论断肠？天数，逐天的熬枕头啊，算日子啊吼。但是个安怎熬，安怎熬，人弄起来突出，然后讲一句话突出，做一件事，哎，也是做错了。有时阵呢吼，咱若唔对，要找倒转来吼，原来啦吼，有时啊讲计划吼，拢定吼。咱计划好好，到尾也拢会变卦啊！这就是吼，人来讲运不逢时啦吼，运无逢时。但是运啊无逢时的时阵，你是不是爱谦虚？是不是爱谨慎？对不？
所以有时在讲吼，人讲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是先须谨慎，虚怀若谷，也够切记不要得意忘形。咱人呢，常常拢是安尼，得意忘形，就是说得意之时呢，就会忘了自己的形体，吼、哦，家己吼安尼捧捧家呢吼。那有诶讲，甲奔风奔该，我们要拼你安尼，你就会忘了自己的形体，忘了自我的，哈、哦，失去了自我，偏离正道，走向邪道，得意忘形。咱来讲一个故事啦吼、哦，这个故事咧，讲这个东晋王翦。吼、哦，伊本身咧玩，能够玩荡不拘，能诗善文。有时在家读书，数月闭门不出；有时出门游山玩水，十天半个月也不回家。当伊快乐的时阵呢，伊就发狂似的狂啊，吼、哦，忘乎所以啦，甚至连他自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连喙酒嘛无收，连面裤嘛无洗，啊，就安尼烂烂呢。欢喜的时阵就是安尼，发狂的时阵又阁无同款。所以呢，当乌鸦呢得意忘形的时候，自己的嘴巴里的肉呢就会掉下来，被狼叼走了。为什么？得意忘形，你就袂记哩，袂记哩讲你咬到你，你即马乌鸦去咬一个足大的猎物，吼，还是讲足大的肉，啊，伊向阳足欢喜的笑啊，啊，嘴开开呢，哇，迄块肉才落落来。下面都一只龙呢，都啊，神呢，都叫吃。当乌鸦得意忘形的时候，自己嘴里的肉就会掉下来，被狼吃走了。那么，当蚊子得意忘形的时候，就会碰触到蜘蛛网而自寻灭亡。你讲假也衰呢？啊，对啊，都有人是只衰啊吼。所以讲，人得意忘形的时候，往往都会失去分寸。忙啊！得意忘形也能地都忘下去，自寻灭亡。那《封神榜》呢，有一段吼，足精彩的这个片段呐吼，讲着讲苏妲己呢吼，在享乐的时阵，在这个露台呢，吼，逐露台之后就宴请众狐仙的代志。昏庸的帝王呢，宠幸这妲己呢，规工呢笙歌欢宴，下令造露台。与之兵戎士气啦，好、哦、兵戎士气。那百姓疏乱呢？是安怎百姓乱？啊，恁皇帝呢，带着一个吼、哦、爱妃，什么物件拢是为百姓这边恶的。好、哦，百姓做未到的，嘛是着爱牺牲百姓。你要享乐，做乐台啦。好、哦、啊，因为要满足苏妲己，百姓就开始想啊，要安怎来个乱，要安怎个反乱，要安怎来个这个啥帝王来个推翻。所以两年零四个月后，落台这个落台呢已经竣工啊，好、哦，就是讲完工啊。去两年四个月，这个落台就完工啊。但是你甲看，牺牲偌济百姓，牺牲偌济国库，牺牲偌济金钱啦、啊、吼。哦这落台已经完工了后，帝王就邀请到这妲己，以及一挂神仙啦、啊、仙子啦、啊，赴这个天主九龙宴。啊，这天主的九龙宴呢，吼、哦，这妲己呢就请伊三十九色的这个啥狐仙啦、啊、吼，因为妲己本来就是狐仙啦、啊、吼，啊，就这狐仙就变作仙女啊吼，请伊三十九位的狐仙的仙女，在这个落台上呢。摆三盏的酒席，每盏十三色。帝王派了雕哥呢，将出名海量的笔杆呐、啊，升上来陪酒。这个笔杆呢嘛，真够啉烧酒了吼。啊，即嘛，帝王已经出旨啊吼，叫笔杆来这个露台呢，来啉烧酒，陪去三十九只狐狸呢吼。啊，九月十五夜呢，新鲜的如玉日子，一个呢。好看起来，有一点啊仙风道骨，但是有一点啊邪气啦吼，那个气度不凡，但是呢吼，狐狸精呢吼是洗不住胜，吼、哦、在这个宴席当中呢，每一只饮酒饮了，家己拢得意忘形啦吼，刚饮了两三回酒，由于不胜酒力，啊一个一个呢都把嘴巴哦，把伊的这个尾巴呢都露出来了啦吼。哦
就咱本来是吼，人讲风看过，因为这个登记呢，讲伊邀请来拢是天顶的上站的神仙呢，拢是遐啥，拢是遐狐狸变的呀、啊。哦，大家都当看到，还袂啉烧酒的时阵，都当看到的时阵呢，那新鲜的样子，真正是仙风道骨呢。吼、哦，啊，但是呢，每一个人看起来拢气度不凡。那会知影讲吼，啉酒啉无第三巡尔吼，啊，这狐狸精呢已经得意忘形啊，都啊规个酒力拢总。但我不胜酒力了后呢，一个一个狐狸尾就拢流出来啊！最后这个鼻干呢吼，牵数万大众探听，原来所有的神仙只是离城三十五里，吼、哦，这个千万分类内底一帮的这个狐狸精而已。于是呢，就派兵呢，把这个狐狸洞呢，这个、洞口呢，用火安怎去给焚烧了吼。哦因为毕竟伊嘛了解通啊，伊嘛知影 啊，所以讲了好，讲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呐、啊。世界上无十全十美的物件，任何代志总是有长处跟短处。所以人呢，如此因此认识，哦、自我不仅要认清自己的优势跟潜力所在，然、哦、后，所以还要认清咱家己的缺点甲错误。并且还可以当善良，咱家己拥有的长处去改正自己的不足。啊，咱来学要安怎？爱学要咋？扬长避短呢、啊？好、哦，平常的自己，也就是创造出让人自豪的成就。但是咱讲每一个人，咱家己的优点，好、哦，还是讲缺点。伫你家己吼、哦，点是己不见，规工呢，你拢狂妄自大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缺点。人呢吼，一边吼，讲看起来讲哇，这人能力足好，啊一边讲看起来，伊那咧失态的时阵，吼、哦、开始呢吼，伫分家规咧失态的时阵，开始吼、哦、伫自我吼、哦、膨胀的时候，他就是另外一个人，迄讲话都无分寸啦，吼、哦，啊那狂妄的时候，你让人家考验啦，就让人家考验不出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人直接听你，吼、哦，考验了后，你就知讲，原来狐狸精呢，到尾也都会现出个狐狸尾啦，吼、哦。就是咧讲咱人啦、啊，啊，你若眼无好啦，吼、哦，你还是会露出你的狐狸尾巴，把人轻易就可以利用你的缺点来战胜你啦。所以咱讲吼，咱要正视自己，发挥自己的优点，改变自己的缺点，必须爱安喏，谦虚谨慎。在这易经内底吼，常咧讲谦兴，君子有将啦吼，就是咧讲谦虚的美德，会当予咱百事顺通。但谦虚并不是人人拢坚持会落来，只有君子才当做会到。当你做事心情浮躁的时候，当你工作半途而废的时候，当你对工作缺乏热情的时候，当你不能全心投入。当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啦，吼，迄个时阵呢，你是否提到自己的问题？你是否明着你家己啦，扪心自问，扪心观家己问，我有没有做到谦虚谨慎呢？我有做到谦虚，还是做到谨慎无？人讲满招损，谦受益嘛，吼，出来孤单人修心养性之道啊。所以来讲，贪满者多损，谦卑者多福，自罚者无功嘛，自矜者不长，骄云者夸，将有恶终了哈。自见者不明，自私者不忠。所以这唐代来的这吴敬贞观政要来的政体当中呢，是唐太宗的一段话了哈。伊讲，你这个。贞观政要政体内底当中，都记载着这个东太宗一段话啦。伊讲：天下萧安，犹须敬慎呐、啊。若变交易啦，必致失败。这就是惊喜咱人啦、啊，骄傲自满必将招来祸端呐、啊、吼、啊。所以这就是较早唐贞观的时阵，贞观政要内底。人都拢写这种字来咧告诫家己只大官，告诫皇帝，吼、哦、啊，好一寡人呢吼、哦，他自己有所警惕啦吼、
所以要够一挂鼓励呢，吼，教人爱正视家己，有自知之明，多听他人的意见，好，与人不求备，检举若不及，自知者为明，虚己而乐闻呐。所以人讲君子修言以达聪明。那么贤者呢，通己以一改，有谦，咱两个有兼听之明而无矜恨之容，有兼富之厚而无华德之色。所以呢，咱讲到吼，这《易经》中内底面有咧讲，讲地中有山嘛，谦君子以哀道一卦，清不平息啦吼。啊，就是咧讲，地中有山是高山稳重，地下之标强，象征高才美德。哦，隐藏在心中不外露的意思，所以人称作谦呐、啊。哦，谦，谦，君子中是亏多欲少嘛，衡量多种事物，然后取长补短，使其平均嘛，干不是安呢？啊，那哪样使其？哦，人讲也要去使其平均呢，然后取长补短。那做人呢？哦、你不管我你有才华无才华啦，你要做干吼、哦、不锋芒，吼、哦、不露锋芒，吼、哦、就有效的保护自己，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不仅要说服，还要战胜盲目、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啦吼、哦。所以咱人都有病态心理啦，啊，那个病态心理呢，你是不是要去？你若免去，你无去个，无去个修复。另一天呢吼，咱的本边拢是拢顺顺啊，顺顺啊。哎，有一天因为你的骄傲，因为你的吼、哦、才能，吼、哦、你又忘记了你应该要收敛一下，吼、哦、不要暴露的太快，也不要吼、哦、膨胀伤紧。安尼呢吼、哦，咱不但呢吼，哎、哦，人讲好景不长啦、啊。以后呢，所行的路呢，凡是会坎坎坷坷的，你讲是不是呢？来，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联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有需要服务呢，吼，啊，咱今嘛就是咧做这个秋季花卉啦，吼，啊，咱那是啊，都有想到，啊，没想到咧讲，哦，讲咱要参加秋季花卉，那么呢，我们就直接打电话591-6045，咱的服务电话，啊，咱都吼，咱的服务人员来给咱做接听啦吼，啊，咱也是要听歌，啊，咱讲有想要听到一首啦吼，现场开放一线电话，我叫669，咱拢会当来个利用啦吼，来，今日给咱来听一段《母娘》。心无挂。
顿开要的盼头谁出来今天温柔伴不在朋友要记定数是天滚开来等今晚上休听下这对牧羊母娘要说什么？母牛呢？可能说再付出也得遇上感恩的人，再真诚也得赶上有心的人，再谦让也得面对珍惜的人。那个讲一件啦吼，你搁较优秀啦吼，你搁较优秀。你嘛得来拄到一个捌回人，是讲一个真是真的认识你的人啦吼。安尼来讲，人一世人真短真短，请你爱为咱家己活好好啊活。讲人一世人，有人欣赏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吼，人讲嫉妒你呐，嘛有人看袂起你。那人这世人有人欣赏你，啊，既然是有人会讨厌你，有人会嫉妒你，嘛有人看不起你，无关系，因拢是唔是咱身躯边的人。讲一世人真短，请你为家己活，生活就是安尼。你所以做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吼，袂当让每一个人拢满意。阿妈唔通为着讨好任何人而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自尊，唔通为着讨好别人呢，失去了家己的本性自尊。因为每个人都有原则啦，别人嘴里的你不是真实的你啦，所以一世人真短啦吼，请咱为咱家己打算，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耳腔呢，不一样的听话。一样的嘴巴，不一样的说话，讲同款的心，无同款的想法，同款的钱，无同款的开发。那么无同款的开发，那咱呢？同款啊，同款的钱，拢无同款的开发呢？那么一个人呢，嘛拢无同款的活法啦吼。一世人真短，为咱家己好好啊打算。咱听讲。优秀的人嘛，就爱拄到真正了解你是优秀的人，叫做捌回的人啦。搁较付出，你嘛爱拄到遐感恩的人；搁较真诚啦，你嘛就爱赶上有心的人；搁较谦让啦，吼嘛就爱面对珍惜你的人啦。讲是世人真短啦吼，请你为家己活，那就你所知道的不要全说。你所看到的不要前信啊，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啦齁。所以这辈子请为自己齁出去看看啦齁。一辈子很短，你不去看，我跟他听人讲，还不一定是真实啦齁。啊，不一定是真实啊，为什么咱个性格呢啪啪啪人讲啥咱拢信。所以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改变不了的事就要学习看淡，留不住的人就要学习放下。属实的呀，本来就是安尼啊。人生只有一个过程啊，改变不了的代志，只要改变不了的事，你就要学习看淡；留不住的人，你就要学习放下，学习放手。已经受伤的心，就要学习自我疗愈了啊，自我疗愈都是很重要的。好，自我疗愈。好，阿兰娜，如果说连自我疗愈你都没办法把它看出来，那你这一辈子，你说你能有多大的能耐？所以呢，咱希望吼，每一个孙兄孙姐啦吼，啊，咱讲太阳月亮吼，什么时阵交班？早时太阳交班啦吼，那太阳交班的时阵，那我们要怎么样？将好的。交班啊，好的呢是啥？所以咱今嘛要来讲到这个道教元君文化啦吼。先来讲念天子，
今我们要来讲一个领天子啦，吼，领天子下降凡尘化世夫，修真五道，受虚静天师之行，修习的弟子立何修根，将心消雷法，你就要考验呢，上班雷灵是监督，明察暗访，受这个王神灵官之感，有无过错？是咱讲，咱有无？咱有过错无？无有过错，咱才会当释放众恩呢，列三山四段呢。好，咱要，咱有时啊，咱定来讲中段、中段，咱要列这个三山四段。王天君之圣诞，吼，自然呢，咱昨昏有讲到啊，吼，但是咱较早了吧，已经捌讲过，无要阁重复讲。其实啦，吼，那讲天君啊，就是三蕊目睭啦，吼，啊，这个监察，吼，咱讲监察神君啦，吼，嘛是咱家己知影，人呢，伫咱这个世间呐，不管讲你是吼什么样的，吼什么样的。种子，你必须呢，啊去配合什么样的指令啦吼？啊，无迄个讲吼，唔是经济啦吼，啊，你都我都去领什么指令？吼啊，唔是指令，啊，你嘛无都去领什么工课？所以有时吼，咱定咧讲吼，人呐来到这个世间呐吼，有天命之数，咱定讲信用，咱用信用来讲就好。吼，慢定咧讲吼，啊，我有领到什么款的天命之数？咱讲信仰就是精神以及思想集中，哦，安尼来讲啦。信仰之所以咱袂使惊伫迷信这边，那是因为伊目标、历史背景，透过理论上的实践，达成了外在遵循道德之轨迹啦，内在彻底澄净自己的生命。然，就是咧讲着讲，咱定咧讲信仰生非易事啦。真正一个信用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咱人的信用都是啥？我们人的信仰都是一直在求什么？求顺，一直在求回报，求神对你的回报，哦，求神呢，啊，因为你本身呢，哦，没办法做到你想要的，哦，愿景，那你必须呢，哦，就是会去求神。但是这种啊，这跟信仰有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你只相信有神，神会帮助你。你只相信神有神威，所以你求神。你并没有把神真正的要教化众生的意义，你并没把神要教化众生的意义，要神所要做伊的技术工课，你无把领悟在你的心内底。神的技术工课，伊。你既然不把领悟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无法度像神那样的慈悲，那样的悲悯。做神的工作，你必须要像神一样的，哦，咱讲悲悯慈悲啦，吼，啊，都爱安怎遵循道德的规则，内在彻底，澄清家己的生命，然后呢，咱去了解你养成非，你信仰，哦，成非意识。盖因信仰是锻炼成道的力量，但是真正的信仰，你要集中在至诚，哦，方可以清白。咱若无，咱做袂清白啦，咱袂清白，咱生命袂来去返璞归真，哦，返回无极天，哦，所以有较难。所以吼，哦，咱的心性，母娘就是甲咱讲啦，讲修道的过程啦，拄着磨课，哦，你会信心会很快就动摇。因为哈，哦，信仰的力量不足的关系，磨口了哈，磨口，好，哦，力量就是不足，所以咱常来讲吼，咱为什么呢？咱就信十多年啊，到尾也先来背道，无爱。有的人讲，我都惊惊咧，到尾我反教，我改信别行，就是因为伊得未到，伊要爱，好，哦，他求不到他想要的，所以也感觉遐咧无好一点，良好依靠。他就会在变换跑道了哈，所以讲，咱讲一贯的信用不一样简单呐，吼，咱要热情，
嘛无消失哩，咱就压低咧啦。热情啊消失哩的时阵吼，啥物信仰拢无啊？为什么？迄就叫做讲咱的外靠，甲咱靠甲咱无信心啊！啊，无信心的时阵呢，你就无法转变信仰的力量，吼、哦，转为力量，成为至诚，进而成道。信仰为何要转变？吼、哦，是因为信仰。吼、哦，咱今日呢，咱啊，伫这个吼、哦、圆满。哦、道德、哦、还缺一点点的时候，你还没有修持到圆满道德，还有一点点缺角，你就会因为信仰而冲动而消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感觉你的信力无够，信心无够。所以在我们这个信仰宗教的对象呢，道而不是人、啊、道没有私心，更没有冲突了、哦啊、你如果要使我们的生命圆满，终因缺角而退至。缺角就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要的、哦、没有寻求到帮助、哦、没有寻求到帮忙、啊、我们就感觉说那就是一个遗憾、啊哦、世间有诸多的法门，道理也是千中万昧呢，莫衷一是呢、哦啊、我们如果说信用法门，你挑三拣四不易成道，同理而言呢、啊哦、是因为你求有你才要信，求无你就无要信的，叫做啥？你在一个道门里面、哦、一直在挑三拣四，就是在挑哪个、哦、神通了、啊、哪个玄法哪个玄妙能够帮助你的，对你有好处的，就是千中万派、哦、咱讲菠菜滚轮啦、啊，终、哦、究流于不能精通的所悟啦，为什么抵触啊？功亏一篑啊，难成。像那讲，难于行德，所以信用不可以复杂。你要自成呢、啊，你没有自成，哦，你一再在信念呢、啊，但是你都没办法，好、哦、集中成道的力量，因为你所求的，哦，不是感恩呢、啊，你所求的不是智慧了、啊、哈、哦，你所求的是偶你的成就，你所要。要的求的就是你的生活跟事业的目标了、啊、你所要的东西都是神佛、哦、能够帮助你，你才觉得说有神、哦、有神威了、哦、这样呢、哦、你信仰宗教的对象是信仰人，不是信仰德、哦、你是跟着这个人跑，就有人讲诶，哦，多一个母娘足兴诶，外兴，吼、哦，啊，多一个会讲相命外准，啊，多一个会讲断什么外准。你是跟着人走，而不是跟着道跑。你不是对道咧修道啦，你是对人咧修行，吼、哦，你对人咧修行，但是你对人咧修行，就是包括着宪法，包括着吼、哦，咱讲三一命不爽，即个宪法，你。对这行，你到尾安尼吼，你总是为着你要爱的物件，为着你要得到的物件所打拼。你是对人咧修行，你唔是对道咧修行啦。啊，你若是对人咧修行，总有一天会改变啦。老师的真啊改变，你就对咧改变。这根姜吼内盘啊改变，你嘛对咧改变。啊，你若对道修行，大道无形师嘛。对道的修行，那道但是不偏不倚、哦、他也没有小看一根种苗，他也没有小看一个众生，所以你跟着道走、哦啊、你就会道功精进、啊、你跟着人走，那有一天呢、哦啊、会遇到了很多了、哦、你以后要说给别人听的故事会一大堆了、哦、你遇到了什么瓶颈，你遇到了什么人，你遇到了什么事，你在 某个地方遇到什么事，这都是你的过，你的过去修道啊，甲人社会的这啥种种，这就是你的历练甲故事。你讲出来拢是得失了哈，动出来都是利害关系了，讲出来都是得失利害。你没有跟道修行，你是跟人修行啊，这样就会很，咱对讲吼，会愈行愈离谱，离谱到尾安怎？离谱到尾也多碰见你啊，一挂人事物拢人事全非啊，那就完蛋了。
啊，你说我在我没有信念，我没有信心，我不知道往哪里走，我走不出去了，我没办法了，因为你所找非人了吼，是要去那个求道是要以道为真，以道合真了吼，好到底不是对人吼啊，派包我对人吼，对这个人行。啊，这个人都要永远拢爱有道德观呢啊！啊，那无也该带伊偏的去吼。啊，恁对人修行，就是派包袱啊修行，就是派着咱家己甲人之间的诶迄个吼友情甲感情做伙安尼去修，然后加在一起。你们是人与人在修行，而不是跟神跟母娘在修行呢。你跟神跟母娘在修行，神。他绝对不恶心的吼，他也不会看你有你没有，你真哦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都知道。但是你个小小根苗，你想要修，他绝对不嫌弃你的，因为你是小小根苗，你想要修，他也会扶持你的吼。唔是像人遐现实啦，讲关较少的，这个门都关起来了。好，灵感要找老师不对找啦，不是安尼啦吼。所以吼，我们就是说，不要以钱，吼，把钱做前提去找，吼，去找好的道场，用钱呢，吼，去跟人打交道都不要了吼。这样呢，有一天呢吼，你会觉得说，功高进驻啊，还是讲我的这间宫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吼啊，这就是让咱家己本身呢吼，头起先无想到的代志。到后面你才知道后遗症出来了，很难圆满啦吼。我们来听一首《莲生》呢，吼。
向远空，旅途再次呈现到你的泉边尽苍生，锦绣不断看金松，云海舞台前彩虹，历代英豪演一世，决定不顾于沉重，前锋万人到远平，高军殿内送真经，谈人生讲道德经，吼，讲道德经，道德经呢，今嘛呢，讲到这个同道章二十三，然后今嘛讲同一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一德者，德亦乐得之。那呢吼，那人讲同一失者，失亦乐得之。那今嘛呢吼，来讲到一段，讲到一段吼。咱讲咧讲，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这一章咧讲道德是天地之用咧吼，是小众也懂道懂德懂信。好，这呢咱有讲过，即马咱讲同于道者，道亦乐得。好，拢讲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者乐得之。就讲圣人因时之分朴。就是咧，甲讲民同意魂魄，随相，就是咧讲着吼，咱自见其时，吼，咱咧讲穿衫嘛，同款啦吼。一件衫穿咧，这个人是庸人华贵，还是这一件衣服披上了你的身，吼，你是朴素的，人家也看得懂；你雍容华贵，人家也看得懂啦。用个天下熙熙然，吼，日安以不是不知。与圣人共化与道，就是咧讲，故曰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讲圣人因时之道高，独厚嘛，哈，独厚，而与民同以独厚，哈，不为而自见其异变。那天下呢，哈，咱讲萧萧然呐，哈，日出一更息，哈，咱讲骨阴，就是讲到咱即嘛。处在伊吼啊，要个无一般，较早咱无要无水倒水的时阵，咱是毋是爱骨折？吼、哦，伊讲天下萧萧然，日出一更，就是爱日时，就是爱处于啥更残嘛，为着食啦，为着啉啦，为着食，为着啉，叫做更是骨阴，就是爱去骨这个折啦，吼、哦，骨这个折才有这个水啦，吼、哦，所以讲圣人恭合以德，故曰。以懂，懂就是咧讲德者，德亦乐得之。圣人因时之衰呢，吼、哦，世之刚，魂魄者变而为地卡，独高者变而为，吼、哦，咱讲托薄啦吼，托薄就是咧讲吼，咱人呢吼，拄着代志的时阵啦吼，啊，不管讲吼，咱今日要教伊人吼。哦咱讲教义化其偏，立法以匡其过，民心虽已失啦，吼、哦，日积于劣恶之偷行，像讲日观以文物之感觉，本人就是知神性，亦必教人而来福，上感下应，实不将实，故曰同于实，实之乐之。啊，这个同于乐者，同于乐者，伊是咧甲恁讲啥？同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好、哦、德者同于德嘛。好、哦，但是呢，咱今麦咧讲到这个认同啦，哈、哦，认同，这真重要啦，哈、哦。前头较早咧讲到这个忠恕之道，忠就是忠于良心，恕就是了解。好、哦，你要讲，咱今麦要甲进入啊，甲这个吼、哦、较简单的道理来讲法。哦，咱头拄啊讲的拢是四字、五字，吼、哦，这就是咧讲，既然一生所提倡的家，吼、哦，不管是在位，吼、哦，还是讲你是上位，吼、哦，家你拢是赶快来做到，你无做到，所有事
夫君子失之正确，爽欢求知其身嘛。讲身为君子或者修士，当在生命当中，无论你拄着顺逆境，拢爱四季圆满，这是具足智慧的表现嘛。所以，伊对咱这个道的本体，就讲德的作用，凡是丧失道德的情形啦。哦，咱就爱知影讲激将，什么叫做激将？你要了如指掌嘛，你要了如指掌才能面对生命道德。所以讲吼，咱徛伫道德的立场啦，吼，咱爱用分享的心德，互相，咱讲策力共同进步嘛。对不明道德的人，要能知道其无明的状况，了解无明所遇到的障碍与烦恼痛苦，希望咱就当因应出的与出离嘛。所以讲，咱爱知讲，将书以道者，道者同于道嘛；啊，德者同于德，实者同于实。你就讲，同于道中内底，先来讲乐亦乐得之，同于得之，就是讲认同啦。哦，这认同的意思，认同基督的人啊，对基督所悟之道要乐于接受；认同基德的人，对于吼、所认同的德，你嘛要乐于接受。认同其师的人，对于其师道师德要乐于接受，就是咧讲，不管你是什么款人，或者后壁当然就讲到这啊。不管你是什么款人，今日个咱两个物以类聚啦吼。你拄到跋筊的人，你去看到迄个筊王、赌王，吼、他赌得很，咱要讲起来讲吼，跋甲足大个，但是财产嘛存足济。为啥讲财产分足济？因为伊足够跋筊啊。但是你讲我认识这个人，我认同这个人，我会拜他做老师。啊，伊就是骄傲啊，他赌王，我都拜他做老师。啊，你也去拄到贼啦，贼来去共拍这个啥，拍这个龟，吼、哦、啊！但是伊的功夫足好，啊，我为着要来共偷摕，哦，我拍这个金龟啊，也是讲哦，拍这个保险箱，我伊功夫都有够好，我嘛要来甲出贼来学功夫。认同其实的人，就是讲认同他，他本来是做错了。啊，你感觉这个人伫外口咧卖毒咧创啥？哦，赚足侪钱诶！啊，你认同伊，你该去甲报警察，你袂去甲报警察啊？你该同理嘛？我甲伊利益有共款啊！啊，所以讲我甲你暗砍嘛？啊，这就叫做啥？你认同他，认同他，但是他是私。德的人，你对于一个失道失德的人，你也要乐于去接受他，因为你要他的利益嘛。你要教他，他要教你利益，他要教你怎样黑白做，你才赚得到钱嘛。但是现在道德经要提倡的忠下之道，忠是忠于良心，下是下该他人嘛。但是这会当是完满中庸，君子所谓吼，己为而行，不愿乎其外。所以讲，咱讲富贵幸福，富贵嘛，吼、哦。所以咱即马咧讲着懂，懂着认同啦。你认同懂道的人，当然伊咧讲的道理，你会想要听。你认同伊所悟之道，伊乐意接受；那伊认同伊的德，那你就乐意安怎？你当然对他所说的，吼、哦、德要乐于接受。认同其师的人，对于其师道德的人，你也是接受嘛。啊，咱今嘛先来讲有兄弟老妹，以前有法多遐侪朋友咧相听。那拄到相拍，都有人偷情要去占咧去用插刀啊。嘛有人讲我替你来用关，为什么？关出来了后，大个就搁弥补你，还是讲钱啦、啊？伊也感官过会当甲你斗三工。这就是咱有社会有一半是认同知识的人，认同失德的人，认同失德的人，你嘛是甲伊当作老大，你嘛是甲当作伊是你的什么认真人？你用你这种道德良知，你也是一样有这样的心呐、啊，就敢那咱认同道同款，敢那咱悟道，咱认同乐意接受同款的意思。哦，啊你讲啊，世间无好歹人，无黑白两道，啊这黑白两道现在有，有这么侪人受人尊重。受人尊重，遇到什么代志，人有人跳在头前要甲担，这叫做认同，是认同的道理。所以社会好歹，咱会去认同嘛。好、哦、啊，所以既然要成为一个修道的菩萨，
当要上求佛道，下度众生吗？无论咱伫任何情况下，咱拢有观自在菩萨的精神，遇事快乐面对，感恩学习嘛，不起恶念，专心修好本性，不生恶念，不起分别嘛。所以咱甘愿人师，咱就要做一个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存嘛。哦、生而怎样？生而有，哦、为而 不耻，长而不殆，长而不宰，地虚极，修净土，见菩咱就要见所菩提，消除挂欲，不住根，不住时，不住法，不住精，不精嘛。这就是咧讲太上老君所讲，相应相精相清净的境界，嘛就是咧讲咱自在洒脱的涅槃境界。所以孔夫子伫中庸讲，阮道不完人，人之为道而完人，好、哦、不可以为道。所以咱常咧讲，花果花果，曲折不圆呐、啊，好、哦。知科以华科，好、哦，拟而视之，有以为言。啊，这故君子以仁治人呐、啊。所以讲，君子讲以仁治人，戒而止，忠下礼道不忘。所以咱今嘛咧讲啥？咱今嘛咧讲君子之道事，秋末之业，就是咧讲着啥？以事乎为灵也，为灵也。所以何神以事君，为灵也，就是所求，吼、哦，无法度做到所求。和平因有先师之未灵也，就是咧讲德勇之行，勇言之心，有所不足，唔敢不勉，有余唔敢进，言过行，行过言，君子而不做作逆啊。所以就是讲修道动力吼，力行道心先素足嘛，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可以做到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嘛，啊，所以讲同一得者，得一吼、哦、得欲乐得之；同一失者，失之欲得之。信不足焉，忧不信矣。就是讲忧不信焉，跟你就是讲，如果信心不足啦，那自然就不会相信啦。好、哦，你的信心不足，当然就不会相信啦。好、哦，啊，你若讲你同意，好、哦、同意。好、哦，咱定讲乌白乌刀甲白刀嘛吼，哦，啊，咱就好，哦，有咱家己的这个心性，哦，会啊去选择白，还是选择乌的？选择乌的嘛是有人，哦，甲当作王的，吼、哦，啊嘛甲当作啥？当作伊是一个吼、哦，真有成就的卡少，哦，啊，伫这个，哦，伫这个，哦，咱讲乌刀的这个地位呢，伊嘛非常的悬。啊，我都地位嘛是真悬，但是当伊信呢，吼、哦，得者当伊得，失者当伊失的时阵，当你同感，吼、哦，啊你同感就是讲你同意啊，同意咧甲这个人斗阵啊，明知影这个人是恶道，明知影讲这个人无咧修道，伊本身用的是手段，但是你同意，同意甲伊做伙啊，那你就献你的心。甲献你的身躯，吼、哦，人讲生死已共啊，吼、哦，都安尼啊，啊，你讲要找到一个同道啦，吼、哦，愿意甲生死已共，吼、哦，找到一个真好的善道，找到一条真好的路，你是发愿要生死已共的话，吼、哦，要发愿，吼、哦，从愿而择之呢，那你所选择的路，吼、哦，当然啦，吼、哦，咱定讲。修道行道不一定遐尼，不一定遐尼快就成就。凡些艰难嘛真济，凡些呢真济吼。啊，咱讲阻碍也很多了吼。所以咱讲成道修道，大家都是要用心去选择。你同意了，吼、哦，你既然同意在某个地方去发挥你的人生，你就不要后悔。吼、哦，啊，咱大道理咧讲的话，就是尽量不爱好啥，不要正人君子去偏移。吼，因为钱所来落格，因为咱去甲人吼啊，咱讲做唔对代志，就像古早人讲的，你贪赃枉法，那后面呢一样啦吼，都是臭名万世啊！你贪多嘛臭名，贪少嘛臭名，拢是臭名万世的代志啊！你讲是不是呢？那么《道德章》呢，他讲的都是
正直的一面啦吼，嘛希望讲咱哪听啊听会下诶，吼，咱就加减啊改变啦吼。来今日个节目呢，咱就讲到这。如果呐需要吼，咱呢香油款速查广播小盘香普灵灯，咱直接打电话来注文啦。啊，要参加秋季法会，咱直接用传真机59178455就可以吼。来今日节目直接呐，讲时间到啊，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